是为了惩奸除恶，降妖伏魔。抱歉，请和我走一趟吧。喂，你不断的压住案件调查，是觉得自己可以一个吧？那要是你没有成功，把一切都搞砸了可怎么办？你有想过吗？别想用这些话干扰我。但是你反应，不正说明你已经被干扰了吗？那我就偏要说，这便是巫的风族意气之阵。我本想和平解决，认输吧，还没结束。你虽然看起来很生气，但打起来可是要留手的哟。你很怕破坏这里的藏品，对吧？世纪的伟大盛典，珍贵的艺术藏品，我莫菲斯百年来的秩序和传统，很怕这些被毁掉，对吧？你要干什么？那就非要毁了这一切。为安魂曲，巫要准备迎接下一个挑战了。